really? 好，行了，那行了，点冰箱来尝一下嘛。这个灶买多少钱？哪儿的？哪边的？这个灶1000多块钱啊，1000多块钱。 你们也掏空吗？开起去了噻。这个我还是要放一那边的。这个很贵的，300多。啊，就在那儿吹，倒下来噻。300多块钱这个灶，是要300多，将近400块。真的骗的不是人，真的这么贵。完了吗？你们觉得我说谎，我发给你看，真的。 还有个还300多，将近400块。再给我拿个碗来，拿个碗，今儿水我炒点面，你能下这个半夜上什么东西？今天炸的清波。还有个说1000多捡的有档次，这个东西你不能碰水，碰水就烂了。 谢谢爱上书。哎，咱们刚才也是要洗来把那个灰。打个蛋清，安逸的很，不需要。